哦，这个小当家里面有啊，香肠也有，白痴，怎么倒颜料啊？那个旁边有个油漆桶，油桶，你怎么开心啊？哎呀，这么开心，哎呀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你干嘛用这颜色啦，作弊用这颜色啦，用黑色的好不好，你为什么都要跟别人不一样啊？你这个直接倒个油漆桶然后颜色就挂好了。对啊对啊，你随便画个圈也没人说你画错啊。你为什么要画水滴鱼？这为什么又是水滴鱼了？我在看你画不画，超难画。哎，没有，你画，你已经画完了啊。哦，你画完了、啊，你只要点到就是画完了、啊。完了，章鱼烧想不到了。章鱼烧，嗯，丧失记忆了。章鱼烧，不要难过，是你的错。不哭不哭。为什么你都跟别人不一样？我也好想吃章鱼烧、哦。这附近真的都没有章鱼烧哎、欸，只有中夜市啊，好远。我姐每次回来都有免费章鱼烧吃，我们干脆自己买材料回来做好了。没错、哦、Mandy 自己还居然还先吃章鱼烧，丢照片给我，超过分。也太近了吧，太近了啦！怎么每次都要那么近呢？这很像迷春姐啊，很像，很像迷春姐。那只叫什么啊？这是谁啊？我看到旁边那两片就猜到了。啊，旁边那两片不是这个？啊，我哦，这好饿啊，饿啊！啊，对，不行，这脸呢，我不能直视。我要讲了，净化会水泡。谁？净化会水泡？还不小心一下啊！不小心了。那好像是土著哦。再次啊！啊，不小心了。这是什么？可达鸭，可达鸭，太呆了吧！进化会思考，超呆的。为什么左右两边都是什么东西？耳朵？手啊，手啊，手啊！抱着头，他在摸他的头。嗯，他头痛。哎哎，好简单哦！哎，又试了吗？不会吧？白痴，我用白痴。是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哈，白色。它骨架是这样子，大概是这样子了。好，好，我要再加喽。好，再是这样子。哦，哎、欸。啊。有没有很难？这一题如果定的话、哦嗯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好，那個、再加喽、啊，眼睛。哈、啊、他看着你，心里发寒。啊！完全没想到他哎、欸。藤蔓怪，不行，最讨厌就是画他，画他藤蔓怪。我在想蔓藤怪。他不是他游戏里面写蔓藤怪啊。我记得以前有叫蔓藤怪、欸，哎，是以前的吧？完蛋了。我刚刚就是自动倒装了，我没有注意到，懂吗？我阅读就是人家不是说中文字可以颠倒没关系吗？我刚没有注意。我前几天都完全不是写蛮多怪，毛怪，你在唐诗里面有找到我，你不止在唐诗找得到我，一堆。录取名单里面都有我，他的确烧起来了，烧过头了啦。你的尾巴烧起来啊？他是有错字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他有错字，他的确是烧起来的。他因为是火太大了，嗯、对，火太大了，为什么火太大呢？第一个笔画比较多，哎，烧火嘛，烈烈烈马，烧回马，进化进化，这火会比较大。火会大一点，嗯，今天是走剪影风，真的，这个要怎么画？风吗？可以跟我一样拉近，
我刚原本想要想烈焰马怎么拉近，可是想拉近太难划算了。你可以拉尾巴。拉尾。拉尾。啊。这是哈雷彗星吗？哈雷彗星。这什么啊？那显微镜底下的东西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只叫什么？我忘记那只叫什么，完蛋了。有这么长的东西吗？有啦，那只叫什么？这个吗？哦，好好好，耶、yeah, ！你又画到同一个哎、欸，是你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哦、oh, ，然后彤彤画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那谁画的啊？我忘记了。之前彤彤画的。彤彤画的。但刚刚不是我，所以没有错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我查一下啊、哦，它长什么样子、啊？哦，一定不是你哦，恐怕不是不是。还有梨多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先画一个本，哎、欸，嗯啊，好，画一个本，哎、欸、哎，等下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下画一个本体出来哈、哦，等一下、哦。啊，好多好多脚、哦，对对对对，还有六只脚，还有六只脚，六只脚，可以可以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好，不然我帮他加一点东西。好了，啊、你够了够了够了，加太多加太多了，够了。不要不要，我觉得不用加不用加，不用加啊，一个就好，一个点就好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我觉得你可以帮他加一个口水啊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那、欸啊、你知道他的脸是朝下吗？不是在上面吗？我知道我知道，他口水的话大概在这里吧。是吧？没有错，画石龟，画石龟，完全没有想到画石龟。哎，画谁？看不出来是画。很扁。这个在那个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好、啊，怎么又是六四人？是吗？不是吧？选字要选对喽！噔噔，是是是是是，大小手有没有？哦，好好，他右边那只手怎么那么粗？对啊，那什么、啊、尾巴？那是尾巴吧？哦，那是尾巴、啊。我以为是他的左手比较粗，这样。太粗壮了吧 ？Charger， 对啊、哦、，Charger 啊，他左手训练比较多。嗯。啊什么？哦，有鸡啊！我不接受，来不。就是汤匙系列，汤匙系列，汤匙系列，我实在是记不住。没有，那是麦克风。嗯、又是麦克风。嗯嗯，正沉默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又是路灯，很、嗯、路灯，跳跳电瓶，不是哦，啊哈哦，为什么看出来？啊，那个打错了，什么？大家没有哈进、啊，你挑错字了，哈进，你错字了。哦哦哦哦！是哪个？嗯，你那个八打错了，八打错了，才不是，才不是。Mega 小雨，Mega 小雨啊！Mega 的我，Mega 的，Mega 的。Mega 小雨哦 ，Mega 的哦，嗯，我的哇，大风筝嘛，大风筝，哇，大风筝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，哎，我不知道，感觉是会画的鸟类之类的吧，有了鸟了，哎、欸，这两只差在哪里啊？啊啊，嗯。嗯，这个、哦，嗯，
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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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们怎么猜到的啊？这是刚刚有出现过啊，刚刚有出现过，很像吗？哦，很像，很像。哦，所以我打错是刚刚的退化版，全套不见了，没有全套。嗯，那全套有点，我以为那是全套。我本来也以为它有全套，结果点开发现，糟糕，画错了。那我有，在干嘛？剪影，剪影，剪影。没有吓到了。请今天，这是眼睛吗？哈？啊？潜水艇出来了。啊！哎、欸！哦！啊！哦！可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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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啊？就我猜不到。变吗？水滴应该是大变瘦。大变瘦，还是黄金大变瘦？很接近，很接近。黄金大变瘦，太亮了吧？我觉得不行。大变瘦了啦？为什么？猜好啦，其实它是这个颜色啦，它是这个颜色啦，它是这个颜色。他没有，他那个手不是这样讲。打你哦！伸出来，他们还有伸出来啊！再高一点，你刚刚手都画那么高，这次手画那么低，酸了酸了。又是白色的吗？又是白的？那什么都会出现频率最高？回白。音量键。真的是音量键，对，挺是音量键啊，也不是三合一耶，怎样那么哦？嗯啊，我在挑字了，跟音量键蛮有关的，提示是色尾，嗯，大概重复了，哦，重复了。哈威冷气，哈威冷，猜不到，找不到字了。他重复了。哦耶，好音符，压低音，大概重复。刚刚是不是有？对啊，这个有重复到。对，有开始重复。对。叮叮。哦，好的。还没有出现超梦哎，有小鱼偷笑是超梦。奇怪，今天怎么没出现这一只啊？泥鳅，这个好难。鲤鱼王，等一下，哎呦，为什么？它长什么样子？我中了吗？我找一下哦，原来是这一只哦。哦，好。我觉得一定是我不知道。我要画黑的吗？我觉得这只很难猜哦。那你就画白的吗？那你就画白的。哦，抱歉，好，算了。算了。白的。哎呦。他得一半。他的这个哈，嗯，他就是他那个兄弟里面最没有特色的那只，然后又有点胖。啊？兄弟里面最没特色。兄弟。对啊，算了，帮他涂个颜色。啊！我知道。没有，我刚刚涂个颜色好了。红色系列就全部开始猜了。兄弟最没特色。对啊。就是很胖之美。哦哦哦，他是长这样没错吗？哦，我你好像画错问题吗？你好像画错了，错了错了，你错了。哦，对，好像不对字。对，这一只是
他是手上拿一个那个的，这是钵，对，画错了，钵是高高拿着那个，拿着那个、哦、拿着一根那个，对，绳子的那个，拿着那个催眠器的那个，哦，画错只，哎，我真是永远记不得这几只超能力系到底是谁，太冷门了，就。啊就永远印象只有他们 在动画中也没有什么存在感，就他们就只有什么人家有钱人，然后派他们去催眠人家，就感觉 很像反派的东西啦。对啊，是谁啊？什么？